再讲一遍，我听不到，baby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又穿不了，买它干嘛呀？你买给弟弟呀？妈妈买给弟弟，弟弟衣服够了，宝贝儿。你喜欢 colors 啊？你把这给弟弟看看吧，来，弟弟坐在那儿一个人无聊呢，把 colors 给妈妈来，这不是弟弟的 size。